我们一起来欢迎偶像剧情歌王子李维峰。哎，李维峰，欢迎。来，我们先让屏面的大哥跟你在背板当中先来拍几个帅气的照片，因为待会呢，他还会变身成为型男主厨，有另外一个造型要和大家来见面嘛。所以这一款造型是来自于他封底当中的一个造型。先来让屏面的摄影大哥来和你的帅气的封面的背板来进行一个拍照。一年不见了，李维峰，恭喜恭喜！正式的再把你这张专辑明天要上市，对不对？应该算今天要上市了，要介绍给所有的传媒朋友喽。首先谢谢非常多辛苦的记者大哥大姐们，谢谢你们今天特地来到现场，因为我知道今天有其实很重要的典礼，然后也谢谢你们多荣来参加。然后这张专辑《爱存在》呢，在今天正式发行。那这张专辑是包含了李维峰过去一年来，许多可能经历了许多不同的事情，然后蕴含而成的一张专辑。那现在专辑名称叫做《爱存在》，其实顾名思义，它是十首歌在讲十种不同的爱。那比如说有像一波主打歌这种，舍不得因为习惯而没有办法分开的爱，或者是像专辑另外一首歌叫做《转角那个女孩》，像这种男孩等待女孩的爱，像这样子很多不同的爱的表达方式，主要就是。我觉得这张专辑可以说是象征很多歌迷朋友对我的爱。那我在专辑里面也特地准备了一首歌要送给歌迷，所以呢，对我来讲，这张专辑是希望用我的声音，然后很多不同的方式融合节奏蓝调或者是电音的元素，带给大家一种比较新的音乐风潮。各式各样全新的一些音乐概念都在这张专辑当中是可以听得到。哇，全新的造型。发型啦，整个服装的颜色呢，也跟以往完全都不一样了哦。对，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尝试。那我也要非常谢谢我的唱片公司冯茂唱片，他们给了我很大的空间，让我去做这一次的不同的概念。那我觉得比较特别是，而且这次在拍摄 MV 当中，第一次也尝试了慢歌的跳舞。是对，像这张专辑有首歌叫做《Let Me Love You》，那它是一首应该算抒情歌，但是它有。强烈的节奏，所以很推荐给大家听。那也希望大家到时候 MV 出来的时候可以多多支持。讲到这一年哦，都没有见到你都在筹备这张专辑。事实上，从大学生的美开始，然后有专辑，再到现在，你到了好多的城市去做宣传，然后也去不同的校园来唱歌给大家听。这一年来，你自己觉得是成长有哪些呢？或者是整个心路历程当中，要不要分享给大家？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讲，去年这一年是蛮特别的一年，因为。在去年的宣传期结束之后，然后我觉得可能每一个歌手或是身为艺人都会很害怕说，大家会不会慢慢的淡忘自己，然后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不小心就有复发了。所以现在是稍微有一点又回去，就是对，因为在那个过程当中，我大概因为我上次第一次发片那个瘦了12公斤，那我后来不小心在大概2月到4月，我就胖了将近10公斤。所以这样子也顶多才瘦了2公斤而已，对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次也为了就是要发新专辑，然后希望我可以带给歌迷朋友很多不同的感受，然后希望让他们觉得我是每一张专辑都有不同的进步，所以也特别这次又再瘦身，所以说这次也瘦了大概10公斤，也厉害。哦，对，而且也希望就是说可以给歌迷朋友有一个强健体魄的观念，所以。也特别去健身，对，你要继续的努力哦，去锻炼一下自己。对，因为看到了冯茂唱片，就是全力打造你的第二张专辑哦。在专辑还没有发片之前，我们透过了雅虎奇摩名人娱乐的平台这样子频道，还有在 YouTube 当中冯茂唱片的官方频道当中，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理想情人的养成计划。是，哇，要提升你为再升级2.0版，除了是情歌的情人王之外，现在也要成为理想的情人。是，很多厉害的人来给你指点，是不是？对，加持。是，我觉得我觉得因为当初这个计划一出来，我觉得其实真的每一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自己的理想情人的代表。你怎么定义呢？如果是你的话，你的理想情人是什么？应该这个问题我之前上节目的时候不小心讲错，然后就说你现在是问男生还是女生？都可以，因为你的歌迷有男生有女生，然后照顾到每一个族群朋友。对，因为我心中理想型的，应该说，我觉得他是非常完美的男生。是。的话，我觉得西洋的话是布莱德比特。哦。那如果是东方的话，其实我觉得是黑人哥。黑人哥。对，陈建州黑人哥，因为这次很开心也走访了很多的艺人朋友，其中当然包括黑人哥。那黑人哥他其实就侃侃而谈，而且他觉得，一个男生其实有肩膀，
是非常重要。他说这个肩膀不在于你赚多少钱，而是说你对事情负责任的态度。那我觉得一个男生他会主动要把责任扛在肩膀上，是一件非常帅气的事情。有肩膀的男人。对，我觉得因为很少人，很多人他都会讲啊，这个东西好，我会做，但实际上真的到最后面的时候，他不一定愿意承担这件事。是，到底有哪些厉害的人，包括有主持的前辈，是有好朋友们一起来帮你，某种程度哎加持灌顶，对不对？让你提升一下下理想情人是如何养成的呢？今天福猫商店也特别准备了一段影片，我们一起来看看李维峰如何可以被训练、被培养成全新的理想情人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VCR。四指符，
在这里会肿胀啊，或者是他的脚很酸痛，腿部的问题就是找他。这地方很重要，叫伸阴交，然后在那个脚的内踝，然后40度的内踝上，促进我们的脚底或者是脚的一些循环的问题。妇科也是有帮助，膝盖地方有凹槽这个地方，然后这个凹槽下有40度，所以大概在这个位置，然后慢慢的按。怎么样？现在我觉得你很有天分。这个声音交的地方应该就是内踝的四指的地方，大概在这里，慢慢的。老师，你觉得今天我学习这个最窝心的理想型的按摩技巧的部分有过关？很好，我是说很好，所以今天是一个最窝心的理想型的大作战，成功，耶！主堂家要特别注意哦，因为它高温要到117度，所以很容易被烫伤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86了，现在已经到69度了。技术，那按哪一个？按哪一个？按哪一个 ？OK， 走。这时间倒进去啊！真是我的错。好的嘛，千万不要挤过哦。好的。因为你收的不够快。非常谢谢两位马桶大成功，大成功。